小伙伴们，夏天到了，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最期待就是啤酒小龙虾。今天弄了三斤，哇，45块一斤，贵得爆！先干弄点盐，谢谢白手。用这个祖传刷孩子的这个刷刷，给他刷一板子。虾线扯一板子，龙虾价格打一板子，刷的差不多了，捞一板子。重新换个口锅，整个酱猪蹄，要吃天就吃巴适。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来一板子，猪脚清洗干净，香料来一板子，辣椒来一板子，酱油来一板子，豆瓣来一板子。卤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现在小火慢慢给它煨到，添加配菜给它准备一板子。今天准备的配菜有黄瓜、洋芋、香菜、辣椒、葱，还有我们的老酸菜，这个是必不可少的，先给它切一板子。七颗烧肉，放酸菜和蒜，给它炒一板子。豆瓣酱来一板子。炒的差不多了，给它来一板子水。小龙虾的灵魂13香，来一板子。加小龙虾，下猪脚，哎，不过七加猪。配菜下一板子。很多老铁问我，天天吃这么好，到底哪里来的钱？我是把家里的旧手机拿去找靓机 APP 上换来的，回收价比手机店高出300-400。现在下单，顺丰免费上门，点左下角还有5月加价活动，实力推荐。我们这一锅13香酸菜酱都是小龙虾就做成功了，在这一分钟，我直接吃它一盘子，看看。这味道那是相当的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口技术总结：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门窗关紧，免得楼下楼上的邻居来找你麻烦。啊，太香了，遭不住。